就俩菜，我这筷子怎么拿起来？我不明白。你那规矩能不能在家用？哪儿都得用。你去把你哥招来，我问问怎么事。你招呼啥呀？咋的了，对方？啥玩意儿咋的了？这怎么上你家吃饭就俩菜呀？还俩素菜？还有，端见。有人。你是真事儿呢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有的是。这回吃吧。这咋的？你哥俩不吃素啊？啊？咋的了？几个菜呀？五个呀。我吃双不吃单儿，你就凑合吃呗。咋凑合啊？这老六我真的还有，马上再给你炒一个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你上别人家吃饭，你当给自己家吗？你能不能不这么事儿？这不就自个儿家吗？你脸咋那么大呢？这回行了吧？你这回瞅的还像那么个样儿。吃吧。就站着瞅我干啥呀？我想表现一下，我大众的有面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哥家挺能跟我俩整事儿啊，还要点面子，那再整俩呗。闭嘴吧！这咋的了？这咋？这炒菜舍不得放盐呐？啊？还是我上你哥家来吃饭有啥意见呢？这啥味儿没有啊？这饭做的，我吃挺好吃的。你吃啥不好吃？再说了，那连酒都没有啊！马上给你酒呀！来，别吃了啊！你当什么？我当哎呀！